阿花小姐，你是一个负心的人，闽南语讲我是负心的人，但是现在我要将你当作欺负后台的牛心的人啦、啊！一百条的牛须啊，甲一千条的狗仔链，也袂当绑着负心的人，莫非是你的心肝已经变牛的心？爱你啊亲，恨你搁较深，每日来为你哭，为你地皮哭，为怎样，为怎样放我做你走？啊，有心的人，有心。有这么多的美钞和那么多的钞纸，也不能留住负心的人。难道说你是草木，不能够教你东西？你是傻瓜还是西瓜？美草和草籽的用途那么多，你为何，你为何，为何你不接受？啊，负心的人，负心的人。流着五水缸的目屎，甲三碗公的鼻水，也袂当感动负心的人。彼当时你有讲起，无我你的事。天公也知，地公也知。怎样你今日来变成无熟识？你敢是，你敢是将我放袂记？啊，有心的人，有心的人。